搁那啥呢？哎哎哎！淘气呢，搁这淘气呢。挠啥呢？挠帝王阁，淘气，淘气大，淘气大，谁淘气大？谁是淘气大？啊？谁是小淘气？啊？你还走平衡木呢？追了，追了。嗯？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慢点啊，慢点，别追了啊！哎呦，呵，这猫步走的，咱这才纯正的猫步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这这呵，咱选秀呢，是不是搁这啊？嘿，哎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来，往回来，往回来，往回，对，呵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这步走的好啊，来回走啊，嗯。拽了咪咪，拽了，差点掉下去。咪咪，往回点，往回。好，他是最淘的，看见没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看见没？他专门咬东西。他最淘，咬呢，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哥。这是刘嫂买的三只猫，现在又开始喂猫，收拾屋。我家，撒这些猫屎啊，这不是尿，这个嗯，它撒尿这个猫撒不就成成坨吗？你要不整出来它有味儿。这一天得整几遍啊？哇，把我没事我都弄，没事我都弄，应该三遍，看看看这猫屎拉的，瞅着，嗯，能吃能拉，能吃能拉。这猫拉挺好，这天哪没事小桌上不得蹦几回呢？我看它没事都上桌上趴了。凉快吗？这放凉快。那擦省我灰了。晚上我窗户关上了，那昨天我一进这屋，这家不行啊，是吗？收收风啊。那冷吗？有，你再给它冻着。我窗户北窗我关上了，省对流啊。哎呦，我把这俩垫儿拿出去吹吹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给你吹吹，吹吹，吹吹，吹吹风去。小猫天天搁这底下趴着，垫两个垫子。上来了，上去了吧？一只猫在这上边，两只猫在下边垫着它。啊，上去了。那可知道了？那也上不来了，没有地方了。那没有地方，那只能上来。有灰吗？有。哎，擦完它上哪玩去了？来小意思呢，这不有点潮吗？他打滑上溜儿，他挠犊子，他要挠挠犊子，不是啥意思？他要上去，他放上去了吗？他放不上去，这么高啊！锻炼呢，这里，我给你擦干净的啊，小事，他把那毛沙都弄刨出来了，哎。感觉很新鲜，是不是？
猫感兴趣。这猫挺爱玩是吧？可爱玩了，这还没吃饭呢，等吃完饭了，一会儿吃完饭你更爱玩了。把那个爱玩。啊？这个爱玩。打滑了，打滑了，那可这俩了，哈。你看什么？你要干啥？啊，跟我唱猫呼呢。嗯，来吧，再放那个。都过去。都顺凳下来了。啊？顺凳下来。没有着急，我就下来。把这个搁这儿，搁这儿，这个。吃肉了啊！等会儿等着，懵了。小蓝猫吃鸡肉了，放夜里它抢不开。不行，我得，我这么分着整啊！来，咪咪。你妈上我手上抢的，还咋？开吃肉了，攻不上他。我等会儿得给你撕一会儿的，得撕碎了的。等，别上我手上抢，别上我手上抢了啊！这，喂，都在你脑瓜上去了，喂。妈上我手上抢了，那么看这个。哎，你发现没？它一吃东西，它呼呼声，你听见没？嗯，呼噜呼噜呼噜的，看这脸洗，呵，那咋？吃完这都洗的？嗯，真讲卫生啊！嗯，爱干净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小猫都爱干净。谢谢大家关注刘哥视频，下期见。